你也知啊，第一身躯边哦，有一个心怀手软的人伫啊，我就要提防才用的啊。你就是讲你迄个囝仔杜承恩的啊？我的心脏病发作的时阵，伊佫摕药啊来威胁我，你知无？爸，你敢清醒啊？我知影，你听会着我讲话。我一定花金病院，互你无得为我手头个病抢走。我哪只遐傻笨啊？竟然叫发现着这新药的空罐啊！我今日啊，你爸的病房发现这个新药啊。那空罐啊，我注重什么药啊？应该是袂。伊若摕去化验，对方会发现着，这一定是新药啊。明明什么拢无写，只有写一个代号 Super X， 所以我想要知影这个药啊是倒位来。你也知啊，第一身躯边哦，有一个心怀手软的人伫啊，我就要提防才用的啊。你就是讲你迄个囝仔杜承恩的啊？我的心脏病发作的时阵，伊佫摕药啊来威胁我，你知无？啊，若是我一当找袂着人比好咧。你这么水，又佫这么巧呢？若不是因为即马我已经有小萱啊，我绝对会排队追求你。赵菲菲介意你，你敢真正一点拢看袂出来？你莫聊准你讲迄款话，伊会欢喜。这种温柔变作是伤害，你就会变作一个欺骗别人感情的渣男。爸，你敢清醒啊？我知影，你听会着我讲话。我一定花金病院，互你无得为我手头个病抢走。我哪只遐傻笨啊？竟然叫伊发现着这新药的空罐啊！我今日啊，你爸的病房发现这个新药啊。那空罐啊，我注重什么药啊？应该是袂。伊若摕去化验。对方会发现着，这一定是新药啊！明明什么拢无写，只有写一个代号 Super X， 所以我想要知影这个药啊是倒位来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